英国国防部26号在推特释出影片与推文，宣布英国航母5月将驶向亚洲。英国国防部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这次任务预计将持续约28周，跨越2.6万海里，约4.8万公里，将参与40个国家地区的70多个项目。另外，伊丽莎白女王号将与美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纽西兰、法国、阿联酋、丹麦、希腊、意大利、土耳其、以色列、印度、阿曼和韩国等17国海军战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专家分析，中共激进的军事扩张下，多国在印太的军事防卫行动也将常态化。英法德三个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去年蓬佩奥访欧的时候去谈好的嘛。日本其实基本上也在试图提醒欧洲，就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所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后非常大的可能性英法德的这个海军呢会常态化跟机制化在印太地区有军事活动，或跟美日印澳这四个国家有联合军演。伊丽莎白女王号搭载了世界上最先进的 F-35B 逆踪战机，舰队之后预计将穿越南海。另外，伊丽莎白女王号还将停靠日本、韩国港口，并不会行经台湾海峡。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27号转推英国国防部的贴文，并指出英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停靠日本港口，这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日英关系进入新阶段的象征。为了维持和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日本将与英国紧密合作。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思琪、王冠霖，台湾台北报道。